我们就直接讲下一只喽。喂，该主动呢，你啊？点那一个又没有点到下一只嘞。杰西，这就只能杰西走啊，它真的很漂亮啊。呼呼，这些真的是很漂亮啊！看一下那些 gear 吧，我的妈呀！他吹的 key，这怎么翻译的啊？什么鬼？所以他怎么取的啊？那就是主线继续啊。现在是什么问题啊？现在？所以我跟你们讲哦，中女的第三例，看一下什么可以升。是，所以现在反正现在也没有女神，现在又没有卡关，对不对？但我个人觉得说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你的那个 lab。每天一定要想办法取得这个来做一个升级。那这边可以直接抽角色。抽角色应该不在这里。反正其实就是继续练的一个手游了。